屁呀、啊，吃宝宝屁呀、啊。对对对对。好可爱哦。嗯。这个两个，两个小兄弟。对，刚刚也是尿尿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刚才尿尿是哥哥。后面这一只是弟弟。右边那只。照片都是你提供的吧？对，他爸爸妈妈在那吃大便，这是他们的食物，那算是他们的食物。里面也是有他们吃草的营养啊，只是乐趣大。因为他们一次消化没办法把食物都消化掉。哦，被推下去了。哦，要用脚踩。哥哥欺负弟弟。对，这个是哥哥。他是怨妇一样。对。怨妇。这个是弟弟。嗯。要回去那个劳动工地。应该是哥哥欺负弟弟吧？对啊，哥哥你进去了。那一只是，那只是弟弟的妈妈。我看到太黑了，那一只。右边的那只是弟弟吗？自己在外面吃草的那一只。对，哥哥跟妈妈。哥哥跟妈妈就是刚才那里面。哦，在洞口。刚才上厕所那一只啊。对。他那是吃大便的。对啊。对。哇，你们要都记得了，对不对？爸爸在里面，爸爸都在这里面睡觉。爸爸刚刚出来尿尿，你有看到吗？最大只的那一只，对啊，便便。这里可以待三个小时，180就飞。180。但是你要摊呢，你看摊四个人，划算。可以啊，一个人。好啦，我们下来吧。谢谢啊。小朋友们走吧，是吧？走吧，这是两只小朋友。对对。一只小朋友。在那边住左边的那个洞穴里面。还有一个。这边有来了一只，对。他吃草哎，比利库，可以吗？小时候不要，现在不要养。他在吃草，平常在家里。哪里？对，好多人哦，好多。哪里？要把它大便吃掉，不然这个蓝色的地方。哪里？我刚走啊。都在里面玩，我好震惊哦！なんか歩いて行ってるけど、ご飯タイムとか、たまたま。要卖，要屁股大。对啊。一点过来，对，就没了。要多少钱？对啊，刚才就开始了。对啊，开始了。就那个那个，挑门口时要放工啊，要。